恩雅音乐的话是通过软硬件的一体化来打造全部的一个数字集成，来够给大家消费者带来 all in one 的体验。 比如说新材料、新的工艺、新的音源的拾取、新的音源的分析等等方面问题，我们在做这一方面的创新。那随着这几年，民乐的盛行，包括琵琶、中阮、二胡这类的音乐的盛行呢，我们都在考虑它如何把这种民族音乐的扩声设备做出来，包括一些新疆的督塔以这种音乐，包括云南的，包括其他各个区域的，让民乐走上舞台的发声。